来打个听众来哦，来来来来往往嘛哈。你要拿开放的当出题，我嘛是要去给你拜访，哎。咱贵团特过来参加海峡论坛啦，吼，啊来提问的时间，吼、哦。那么呢，来咱江夏堂，就是阮黄氏中心会啊，福建甲台湾两边吼，这个姓氏的排行前十名拢差不多啦，哦。姓陈、姓林、姓姓陈、姓林、姓差不多，咱的顺序是安尼啊，不管。排第几名哈？咱拢总是一家，哦，咱拢是一家人，哦。我们这个江夏堂，它是1910年开始动工，到了1918年竣工。它的建筑规格是比较高，因为它这个是皇帝一次给我们装点装备送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建的这个池呢，主要的任务还是说要给皇室中心过台湾下南洋有个计划定，计划定。他们回来有一个落脚点，当时交通也不方便，对，哎，都是走路了。如果是学生在这边读书，我们以前有一个江夏小学，学生在这边读书，姓黄的不要钱，不是姓黄的，是我们的亲戚啊，就是一半收什么半价。但这些资金什么都是这些侨领来赞助的，在这种形势下。来往的这个渠道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错误，但是呢，就是我们要坚持正向的一些办法，大家争取多交流、多往来，才会更加有利于我们中华这个整个民族的一个大的，都是一家人来往更加密切一点。厦门江夏堂，今天探访了昭惠宫。开张圣王这几个地点，那还有到皇室宗祠，我觉得这个给我的感觉就是回到这里就好像回到家的感觉，是很温馨的。我们非常感谢我们这个皇室中金会的热烈的招待，在追溯这个在西元300多年前到现在的皇室中金会，到这个时段，这个还有保留到现在的这些的文化跟传统，以慎终追远的精神，我觉得非常的棒，两岸交流一家亲，大家一起加油。